看到没？打一个炸两个，打不屌这一波。他上次说我的夹克好看，冠军夹克。我说明年再拿冠军的话，再拿个联赛冠军的话。 根本没想过我是喷子，打比赛有这种运气就好了，走着呢不死还能 K 头，这种就是晒运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有，某边。哎呀，说了有话好说嘛，别丢雷呀、啊！